尼斯，然后我们要去米兰转车，然后又重新回到这种桌子，看起来高级一些的桌子上。哇，我们现在刚出车站，威尼斯好美呀、啊！都是要坐这种船，哇，超好看的。这里还有人在表演，晚上的 San Marco 广场，哇，超美，我好喜欢威尼斯啊。到酒店房间呢，哦，这边有一个浴缸，洗澡的地方。这是一个床，才给一瓶免费的水啊。然后这边看一下外面是什么。哎，这个窗帘怎么开？对，尴尬。外面是这个样子的，可以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这里还有一个那种 welcome letter。应该是有 WiFi password， 我、哦、还是中文的耶，可以了，厉害了！出发威尼斯第一天耶！ Yeah. 咦，这里还有个镜子 ，Hello， 今天长这样。是巴士的停靠站，一辆船开过。的士船。技术不行，撞到吃饭的地方啦。然后它这个 menu 还有中文，又是家中国人开的。看一下中国人开的。超想吃的奶油意面，终于吃到啦！常常看我的奶油意面，超想吃那个面的。嗯，好香啊！不错。来意大利就是为了吃这个面来的。吃看着皮，满满的 cheese， 奶酪的香味，发型乱起，嗯，好吃，嗯，超好吃，超级好吃，棒。
你这肯定没我好吃。你怎么了？你冷啊？你要去坐里面吗？算了。真的？没事。太长了，给我弄。你自己拿吧。太多了，吃到你眼睛上去了。这是我叫的烤牛排，尝一尝牛排好不好吃？哎呦，我的头发到处乱飞，尝尝看哦，你来吃啊。叫的是五成熟，好吃，很好吃哎，嗯，我觉得比纯煎的要好吃，好吃。这是我妈点的，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的一个东西，玉米糕。让我们来尝一尝它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，先拍张照。没好吃，拍张照。尝一尝，玉米糕，你要和墨鱼汁搂在一起，肯定很特别，不难吃到。嗯，不加点评。提拉米苏蛋糕，饭后吃个甜点。在喷枪在烤这个焦糖，上面放的是黄糖，那个火焰特别的浅。好了吗？现在可以正式开始吃啦，吃提拉米苏。顺子姐姐你看，哇，滑呀，滑呀，爽呀！我帮你吃啊，好吃。嗯，为什么里面有冰渣子？怪了你是。哎，它跟别的提拉米苏不一样哎。这什么提拉米苏？不是布丁，口感不一样。哇，这布丁好啊，外焦里酥，软绵绵的，好舒服，清甜。嗯，提拉米苏好吃。买了新鞋子，然后还有在 Kiko 买了一堆化妆品回去试色，耶，开心。谢谢。嘿，我鞋子。再看一下鞋子。开心。开心。白天的圣马可广场。哇，这个风吹得好舒服哦。这是那个钟楼。啊，你看这个鸽子站在那个人手上，好可爱哦。啊，超可爱的。这边超多鸽子，全都在喂，好可爱！这个站满了人的就是传说中的叹息桥，然后这些港多拉都要冲过这个水，然后穿过这个叹息桥。因为今天店里太多人，然后桌子太小了，就不录吃饭饭啦。我
来感受一下吃过墨鱼汁的滋味，贼恶心。出发，今天是去彩色岛，点了提拉米苏，这个是原味的，这个是焦糖味的。我们现在到 Burano 那个彩色岛啦，岛还蛮小的，感觉跟酒店那个岛差不多大，然后就是这种彩色的房子。逛一逛，现在先去吃饭，然后等等逛一圈看看有什么拍拍照啥的。看这边都是彩色的，感觉房子还蛮新的，比武夷川的房子要新。彩色的房子，哇，你看这边像一幅画一样，有没有这一块？我点的牛排和我妈点的一个海鲜东西，要用这种奇怪的角度录吃饭，尝一下这个牛肉。有人在拌炒，行吗？火。想什么？好、哦，谢谢。然后要钱来了。肉肉还行吧，我觉得。这个尝一下鱿鱼，小朋友。它的真好。可以了，挺好。还 OK。我要吃正在里面的那个汤汁儿，还可以，汤还蛮鲜的。他飞了过来，我就给他喂面包吃。这里还有一块，果然过来了。小娘，快去吃啊！那么大一块面包不吃，快吃快吃！再吃。你看你都这么胖了还吃。Hello， 喵喵，他在叫哎、欸。Hello。Hello。哎呦，还打个喷嚏的。你好可爱呀，喵喵。嗯、你看他。他觉得我身上有股猫味儿。乖乖乖，喵喵喵喵。这边这个厨师正在做提拉米苏，好好看。哇哦，威尼斯最后一顿，说的要死，米兰喽，耶、yeah。